过去社区对这所学校是一所没有希望的学校，那我在这边我就是极力要去扭转这样的一个形象。人家问你，你要爱回答，人家写 No I。每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几个很帮助自己的，我觉得校长是第一名。身为一个教育人，他没有悲观的权利，他应该积极的带领你的孩子走出一片天。